Yoga for well-being. Yoga Namaskar. Yoga Namaskar is a powerful system by itself. It activates the lumbar region of the spine in a tremendous way, strengthens the muscles along the spine, giving it a reinforcement so that as one ages, the collapsing of the spine, which causes pinching of the nerves, does not happen. And if already there's damage is setting in, the best way to regenerate your spine would be by doing Yoga Namaskar. It has all-round benefits for the entire body. Yoga Namaskar is a very simple and complete process by itself. 练习瑜伽合十里需要半空腹状态，也就是吃完正餐后一个半小时。如果您不符合这个条件，请跳过这个练习。患有疝气或处于三四个月孕期的女士，请不要练习。我们现在要学的练习叫瑜伽合十里，一共有七个步骤，它会示范一整套练习，请留心观察。双脚舒适分开，脚的内侧互相平行，手臂肩膀放松，眼睛张开，专注于眼前的一个点，目光稳定后，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这是起始姿势。随着吸气，把双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双手向下移，手掌根部移到脖子后方。随着吸气，把双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双手回到胸前。这是第一步，这样再做两次。第二步，呼气时要从喉咙根部发出声音，第三步，整个过程手指合拢，指尖朝上，包括你的手在脖子后面的时候，手向上的时候要完全的吸气，手向下的时候要完全的呼气，同时从喉咙底部发出声音。这样做三次后蹲下来。第四步，随着吸气把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把手移到脖子后面，吸气手向上，呼气回到胸前，再吸气向前伸直双手，指尖朝向前方，呼气伴随着喉咙根部发出的声音把手带回胸前，这样做三次。第五步，随着吸气把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把手移到脖子后方，吸气向上，呼气回到胸前，吸气向前伸直，呼气回到胸前。再做一次。第六步，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上，呼气下，吸气向前伸直，呼气回到胸前。第七步，随着吸气双手向前伸出，跪下，身体前倾，额头着地，手臂伸到头顶前方，双手拇指和食指碰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手肘略微弯曲，这是婴儿式。停在这里，
直到呼吸平稳，或至少两分钟。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起始姿势。这是一个回合。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更正。如果你下蹲的时候有困难，可以在脚跟下垫一个半英寸或一英寸的垫子，然后再蹲下，确保双脚要平行。有些人手放到脖子后面的时候，手指会朝向后方，整个过程手指都应该朝上。还有一些人会低头，头应该正直朝向前方。手的移动不要太快或太随意。而应该略带紧绷。结合刚才的更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回合。请站起来，确保前面有足够的空间，双脚舒适分开，脚的内侧互相平行。需要垫子帮助下蹲的话，可以先把垫子放在脚后面，这样做第四步的时候可以直接后退一步踩在垫子上。眼睛张开，专注于眼前的一个点，目光稳定后，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这是起始姿势。第一步，随着吸气把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把手移到脖子后方。吸气，手臂向上伸直，呼气，把手带回胸前，这样再做两次。第二步，吸气，手向上，呼气，从喉咙根部发声的同时，把手移到脖子后方，吸气，手向上，呼气，回到胸前。第三步，吸气，手向上，呼气，手移到脖子后方，吸气，手向上，呼气，手回到胸前。现在蹲下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垫子作为辅助。专注于眼前的一个点。第四步，吸气，把手带上头顶，呼气，把手带到脖子后方，吸气，向上，呼气，回到胸前，吸气，双手向前伸直。呼气，回到胸前，这样再做两次。第五步，随着吸气把手带上头顶，随着呼气把手移到脖子后方，吸气向上，呼气回到胸前，吸气向前伸直，呼气，回到胸前。第六步，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上，呼气下，
吸气，向前伸直，呼气，回到胸前。第七步，随着吸气，双手向前伸出，跪下，身体前倾，额头着地，脚背着地，坐在脚跟上，手臂伸到头顶前方，手掌平放在地上休息，双手拇指和食指碰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手肘略微弯曲，停在这里，直至呼吸平稳，或至少两分钟，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起始姿势。做完以后，请舒适地坐下。你在家自己练习瑜伽和适力时，可以做三个回合，这样效果会更好。